这么说，她是皇上指婚后突然出现在夏丞相府的？是，属下四处探听过，听说这个夏三小姐自小离家学医，在此之前，夏府上下从没有人见过夏三小姐。将军，您说这个夏三小姐，该不会是北荣那边派来的吧？不会，这事我心里有数。 本将军监狱的消息已经传出，接下来要加强将军府的护卫，还有一定要保护夫人的安全。是，将军，你先出去吧。是，将军。 夫人这么晚来找本将军，有何事？就是几天没见你，我也想你的，所以过来看看嘛。哦，那有劳夫人挂心了，本将军一切都好。将军，你能不能……夫人有话，但说无妨。你能不能再给我洞房一次？ 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能不能把洞房做的事再做一次？当然可以。你都不问问原因的吗？夫人做事自有夫人的理由，本将军无需多问。那。 小哥哥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对，你10年前救了我一命，我现在来还你的恩情，这样我就。